边是电源线，然后电源线旁边这里有一个那个保险丝。如果说保险丝烧掉的话，然后咱们就可以通过这里把保险丝给取出来换掉。然后这个口呢就是信号线接信号的，然后这个是接正直的电源线这边，就是接这个，对，这里与正直连接起来。嗯，好，